先转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弯不过来，椅子整个卡在那边。 那个形状，然后连推都推不动。 你敢用这台跳吗？你是说这个？不是，就是等一下，你敢用这台跳下面那个？这台？对啊，不敢。你也不敢。没骑过，我怎么敢？而且我最近都没骑单臂证的车。 哎，你用单臂证敢跳吗？我敢啊，用我的我敢。哦，那这台就可以啊。怎么了？拍水。我现在下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怎么撞到了？撞到椅子。 这些都是蜘蛛，看不到路，还好吧？还好，我撞到椅子，不知道那个碟盘有没有歪。有撞到碟盘了？对。没有，好。戴面具，戴面具就还是看不到啊。没有啊，就可以拉掉。 给我的拉面什么？目前坡度-35。好了。最后线没有牵过，用伞把手。
可是到这里也是一个难关欸，石头，对啊，转过来哦，不是，都是上这个石头，那车头可能要再拉一下，再拉啊，后轮也要拉一下。可是昨天到现在有这么久吗？对啊，而且很明显。我前两天都有来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我。那你是一天骑最大一天骑？前天是骑，对啊，前天是骑压体啊，啊，昨天是骑这个。啊？昨天就送修了。昨天就骑这一台。对啊。今天起得比较顺啊，昨天比较不习惯。